Healthy and Tasty Brunch with Sharon. 新鲜，美味，健康，知性，开心。雪人早午餐 ，Let's brunch。高雄广播电台，高雄 Broadcasting Station， Let's Brunch， 雪人早午餐。This is Sharon， 我是雪人，大家早安 ，Good morning。哇，今天呢又是一个好天气，是吗？那如果不是好天气的话呢，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家运动。那如果是好天气的话呢，我们就很想要到外面去运动。但是呢，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大家都不太敢在室内运动，而且呢都往外跑，然后找这个新鲜的空气。所以呢，今天呢，雪人考虑到大家的心情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到一个我们台湾非常有名的个 YouTuber， 他是我们非常有名的 Vlogger， 叫做秋天胜旅行的帅哥 Danny。 Hello Danny。 Hi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ny， 目前我是一位三月影音创作者，那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创立一个三月的频道叫秋天胜旅行，那主要的话的内容是以 vlog 的记录方式介绍台湾的山岳以及台湾的步道。对啊，我就是因为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呢有看到你的影片，然后那阵子呢因为疫情比较严峻的时候呢，我就不太敢去室内运动，因为害怕呢如果被隔离的时候呢，哇怎么办，工作都没办法做了，所以呢我就看影片，然后用眼睛来登山。没想到呢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登山部落客，就是我们的 Danny。 可爱的形容，哇真的还蛮那个的。你绝对不能否认，因为我看到的是我们先看到的是第一是我们的 Danny 呢，他非常的像我们那个艺人，他叫做阿汉。然后呢阿汉呢就是因为模仿那个阮月娇，大家好我是阮月娇，然后出名的。Danny 呢跟他长得有大概六七分的相像，单眼皮，眼皮的部分对对对，有点像。然后呢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可爱，然后我就很好奇看下去，然后看完他的 vlog 呢以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人登山的时候那种轻松快乐的态度跟一般人不一样哦。然后而且呢我非常喜欢的部分就是你用那个空拍机啊，到了一个非常棒的景点的时候你就开始大量的空拍。对，我在家里面呢，然后我都躺着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已经在天空飞翔的感觉，有种上帝视角的感觉。对，怎么上帝的视角，真的是觉得说哇我在天上俯瞰着人间的这些哇台湾的美景，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呢今天我就赶快去敲那个 Danny， 我说你好你好，我是雪人，可不可以到你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登山呢？因为对于雪人这个登山小白来讲的话呢，哇有好多东西要跟 Danny 请教呢。对，说真的其实爬山跟一般的旅游会比较不同的地方是我们要准备很多的装备，然后我们去爬山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行前的规划，像比如你爬一天的山甚至半天的山，你可能有一些必要带的装备，比如头灯，你要带多少水，因为像比如我们平常去一些旅游景点可能走几步路可能会有一些 7 或是一些补给站，但是我们平常在爬山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资源没有那么多，那我们可能就我们的装备跟我们的食粮、行动粮，甚至到午餐跟晚餐，我们都要自己去准备，甚至有一些连炉头，然后还有一些御寒的外套，我们都要自己背上山。没有到一个地方哦，假设我太热了，或是太冷了，我有冷气房可以吹，没有，我们要自己背着外套，甚至你要过夜的时候，可能也要有睡袋。那我们还有一些冬天的毛帽啊、手套啊，我们都要去做，在行前的时候我们都要行前的去把这些东西跟装备去做准备。对，所以登山呢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运动，而且呢它还会就是让我们有一种学习一个应变的能力。对，因为在山上是天气或者是各方面的因素都是多变的，所以呢今天呢Sharon就来跟 Danny 呢跟大家一边呢就是带着各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要
做帮大家做一个清单，就是我们的一个 checking list， 然后登山的时候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再来呢就是请我们的 Danny 呢分享他在这个台湾的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很多有趣的事情。我最想知道的就是100元怎么征服的，50元怎么征服的，1块钱怎么征服的，哇真的太有趣了。 OK， so w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how to train for mountaineering， 我们要来讲讲要怎么样登山。 Even though weight is always a consideration， 爬山呢最主要我们就考量就是重量。 Mountaineering is not an ultralight activity， 那登山呢也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活动哦。 You will need to have more than the basics to survive unexpected mountain weather， 你还要必须呢能够预料到这个山上的天气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which you should always plan for， 这是第一考量嘛，对不对？对。 To determine what you need to bring， 还有决定你要带什么东西。 Think about the length you, of your climb， 还有你要爬山呢要你的这个长度啊，你要走多远的路程，你要走几天。 How remote the location is， 还有你的这个距离呢大概在什么地方。 And the weather forecast， 还有天气的预告。哇，有很多地方呢我们要考量到。那我们一开始呢就是来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 equipment 设备的部分。我们首先要准备就是什么登山包，climb pack， 那这个登山包里面要装什么东西，对不对？那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有时候会用到攀岩嘛，对不对？我很认真的看了一下你们攀岩的部分，是不是要准备绳索，对， rope， 那还有头盔，头盔 helmet， 盔，哇那个真的是我看了以后我都脚都在发抖哎、欸。对，我们经常看那个影片可能就是顶多就是因为影片还是比较偏 2D， 但是你实际去看到的时候其实是哇它的角度，然后它的那个旁边虽然我们看到一面墙它是整面的，但是它有很它的那个点，你踩到的点可能就只有几个小点而已，那你那几个小点你要去支撑到你所有你身体上的重量跟你装备的重量，所以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真的，因为我有体验过一次，然后上去以后我竟然站不起来，我是趴在地上的，然后我有惧高症，那我一开始觉得我真的是有一种误上贼船的感觉，一开始走错路有斜坡，你知道吗？那我觉得斜坡还好，那我看到一棵大树，然后就是树根，我们用树根来爬，然后没有绳索哎、欸，又徒手攀岩呢、欸，然后绳索有点斜度，那我就觉得说啊，这个还好啊，绳这个树根的斜度我可以接受，然后我就爬，爬上去以后发现上面还有一段是垂直的，垂直的一段。它有一绳索掉下来没有错、可是我们身上就没有任何的东西了。然后那时候登山杖我就交给我的朋友帮我拿了，我朋友他很厉害啊，他帮我拿着登山杖，他的也拿着，他拿着两根这个登山杖，然后背着他背包，然后就一只手就上去了、哇大概有大概四五层楼高，我心里面想说、那也不简单。对，然后等到我上去的时候，当我站在那边我回头一看，我就开始了这么快要尿出来的感觉，直接手汗直接出来，手汗脚汗脚底发凉，然后我的背包变成有千斤重哦，你知道吗？我就在那边不敢动、然后我就跟我下面的朋友说闪远一点，小心我滚下去，然后我说我有惧高症，我告诉你们，他们说啊你有惧高症啊，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陡峭、然后他们说你有惧高症啊，我说对，然后他说那没关系，你不要紧张，你不要往后看，你就面对着他，找到那个踩点，确定一只脚再走上去。我说理论上我都懂啊，但是实际上我做不到。然后我朋友说好，这样子好了，你的背包给我。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就解除一个重量了。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告诉我自己说一定要爬上去，因为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对对 对， 对，因为已经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然后我就往上爬，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踩上去，因为它点不是说随便左踩右踩都有，对，有时候还要挪，然后才有点重心转移，对，然后哇真的很难的，然后上还要抓住绳子打结的地方，手脚并用，对，然后没有扣环扣在腰上，你知道吗？那个恐惧，其实攀岩真的是最大的克服是心理的恐惧，对，而不是体能。我觉得体能那倒是在第二，对对对，是你自己心理的。对，然后因为那个不像一般的正规的攀岩，它会有一个绳索套在腰上，然后就要直接爬上去，然后我就开始在真的爬一步我就要停很久，爬一步我就要停很久，告诉我自己说没关系。等一下，心跳停止一点点，再往上爬。等我爬上去以后，你知道多可笑吗？可笑的事情是，
我竟然不敢站起来，因为我已经感觉就是我的脸必须要贴着地上的感觉，我就在地上趴着，趴了很久我才站起来，被全部人笑翻了。我第一次，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子。真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带的东西，除了那个绳子 rope， 还有那个头盔 helmet， 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 locking carabiner， 对不对？各种的锁头，还有 non locking carabiner， 还有那种不是扣死的，可以活动的，对不对？还有什么 shovel 啦、铲子啦，还有一个探测仪啦、probe， 这些都是要带上的吧？这个要看每一次出发的路线去做判定，说你要不要带这些，甚至还要带滑轮、pulley。哦，对，如果比较险峻的地方，对，比较长的。Danny 还没有到这么困难、这么极限的路线，可能国外就有可能。可是现在 Danny 就是目前也有在上攀岩课，然后就是先上攀 top rope， 先试试，就是先把这些绳索的一些动作啊，真是一些观念先学起来，看看未来可不可以就是可以再更挑战、更艰困的、更困难的一些路线。那可能要到国外去了哈。对，台湾可能也是有，但是可能路线还要再问一些比较前辈的登山前辈的向导等等。对，所以有时候还要带上这个头灯 headlamp，对不对？对。那还要有备用的a spell， 就是还要备用头灯，万一坏了，对不对？没电了。还有呢 ，extra batteries， 还有我们还要带电池，所以呢，就是而且你这个电池要随身携带，因为万一你的这个背包你不方便拿出来的时候，对，你就麻烦了。对，我们就会背一个小包包，会把一些比较关键性拿到，对，我们就要放在身上，随时可以拿。可是现在头灯的话，现在也有出充电式的，所以其实还蛮方便，因为不可能说哦，可能那边有 7， 我去买一个3号电池来补充，不可能。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也会用行动电，就是比较长久的那一种。也不。正常久，它还是有一个电量，但是它可以用行动电源直接充，直接马上就直接可以照亮电灯。哦，就是我们一般手机的行动电源就可以接。对对对对，其实现在蛮方便的。还好科技发达。对，那我们就感谢 Danny 你们这种科技人，你也是这个理工男嘛，阿宅哈。对，以前是，但是现在就是要改变一下自己。对，等于说你其实本职工作是个理工宅，对不对？对，算是就工业工程与管理，又比较偏工理工类的。对对对，然后结果你爱上这个最阳光的一个活动，就是登山。对。哇，这真的是太好了！所以所有的理工宅们，我们要向 Danny 学习，因为呢，这样子让我们不要这个白白的背负这个阿宅的名声。对，我们要突破一下我们自己的那个刻板印象。对，打破这个科技宅的印象。对，变得哦，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阳光的科技宅呢。谢谢。OK，Let's listen to some music。音乐过后呢，我们跟 Danny 呢继续来跟大家聊关于登山的那些事情 ，about mountaineering， 非常有趣哦。Stay with Sharon。You're wearing that dress I like. Those heels make you 6 feet high. And in the taxi, you're trying to put your makeup on while singing the words to your favorite song. My God, it's been a while since the last time I saw you smile. And sometimes life gets so crazy that we can forget all the little things we did back when we first met. Suddenly the room grows quiet. I'm lost in your eyes. It feels like we're all alone as the lights go on. It's getting late. Wish we could stay like this forever. Dancing till both our feet ache. My love, nothing can break these arms in your embrace. This crowded room doesn't matter. We're dancing like it's on stage. My love, just wanna say you look incredible tonight. All our friends are going home, just leaving us all alone. And it's moments like this I never wanna let go. We're still those two kids putting on a show. Standing here in the room so quiet. I'm lost in your eyes. It feels like we're all alone.
getting late. Wish we could stay like this forever. Dancing till both our feet ache. My love.Getting late. Wish we could stay like this forever. Dancing till both our feet ache. My love, nothing can break these arms in your embrace.高雄广播电台雪人早午餐，高雄 Broadcasting Station Let's Brunch. This is 雪人，我是雪人。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 mountaineering 登山。为什么要谈登山呢？因为今天呢，雪人很开心呢，能够邀请到我们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r， 我们的 Danny。嗨，大家好。哎 ，Danny 呢很可爱哦，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欢乐的登山客，因为我看过很多登山的这个影片呢，然后我觉得说哇 ，Danny 的影片是最欢乐的。我其实是在开机前其实都很累，都是气喘吁吁，然后开机就嘿嗨大家好，我现在人在哪里？然后关机之后就开始喘了。原来是一个镜头的嗨咖，不然真的在山上讲话真的很喘，然后你又要走路，要背重装，都背20几公斤的话会很累。对，然后我最佩服 Danny 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是基本上一个人行动比较多，有几部影片就是比较步道类型的话，想要传达是不是说就是要可能跟很多人要到很多人可以来一趟说走就走的一个轻健型。对啊，我看到你很多好几个影片里面就是一个人走，然后你就是把这个摄影机定了以后呢往前跑，跑完以后假装啊登山啊自由自在的，然后再跑回头来，对不对？对，然后就这样子来回的跑几趟，然后折返跑，自己帮自己拍。对，所以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够感受到呢？因为你的那个镜头是固定的。对，固定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让我突然想到呢，就是华人第一网红李子柒。嗯，你有看过他的影片吗？没有哎、欸。啊，你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他的影片呢。就是一开始他也是因为一个人行动嘛，嗯，那没办法，没有那么多的设备跟人力，嗯，他就是一个人在乡下，那他就是把摄影机然后固定在一个角落，然后自己跑回去，然后做动作，动作做完以后，他再回去，哦，然后对，然后每次有时候不小心又对歪了，然后又重拍一个小镜头，他反复拍了很多次，可是他现在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呢，有1000多万的订阅，哇，然后在那个微博上面大概有2000-3000万，哇，那我一定要回去赶快。笔记写下来，我要回去看一下。可是他现在已经有团队了，因为已经有公司跟他合作了。哇哇，这个就 Danny 已经朝这个方向在走了吧？已经，因为对呀、啊，我看你的这个自我介绍当中呢，就是你有跟 Sony 啦、Garmin 啦、雄狮旅游啦、东森新闻，还有 ET Today 新闻呐，还有新北政府啦，还有这个澎湖县政府啦，还有什么 Shockback， 还有健行笔记。对，就等等这些户外品牌都你都有跟他们做过一些相关的合作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比赛，真的是年轻有为呢，就是还蛮另类的一个经验啊，我觉得，因为像去年的话，其实还蛮荣幸，就是我们台湾算是比较最大的品牌雄狮旅行，他们有举办了一个，因为他们比较偏精致化。
他们现在有点就是啊，可能我带这些游客就只是单纯去爬富士山，但是他们想要把这个爬富士山的这些游客，把用影像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我们平常可能就是拍拍照。对，他们拍照比较静态。我要报名这个团，怎么只有照片？那如果加了一些影片、一些声音，可以就是比较感动的画面，更生动的呈现。对对对对，然后可以记录到整个团员的一个过程。但是，所以他们希望去可以招募一个可以能爬山又可以拍摄，然后呢，后面回来还可以去做剪辑，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影片，然后让大家可以去记录。哦，我原来我登山的时候我是这么狼狈的。我登山的时候，哇，原来是苍山天气是这么冷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他们就举办了一个比赛，一个叫做雄狮登山探险家的这个甄选活动。那我那时候就是剪了一个自我介绍的影片，因为那时候已经大概那时候应该大概拍了应该一年左右，一年半，我就把我所有的一些登山的素材、空拍的素材，然后拍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就很荣幸的我就。甄选上了，他就一个名额，对，然后那个名额就是去年去参加富士山的行程，然后他就是免费参加吗？对，他就直接赞助你，那这也太棒了吧？对，吃他们住他们的，然后吃好的，然后又有中文导游，哇，就通通有这么好看，下次你一定要说你是团队啊，然后你后面的那个团队的这个后勤叫做 Sharon 啊，OK OK， 没问题，我现在开始找到赞助商了，对，我是后面我是后勤、，OK OK， 哎，对对对，下次一定要。搭上我一把，没问题，没问题。这是脸皮有够厚的。对，然后还有那时候还有跟一个哥伦比亚，就是一个登山的专业的登山品牌，也是一样一起做合作。哇！对，所以那时候就穿着他们整套的那个哥伦比亚的装备，然后跟着他们的团员一起去征服那个日本的富士山。对，那时候天气又很好，因为那时候出发前其实七八月常常会遇到台风。嗯，那时候我们。出发前一两个礼拜还被封山，就是因为有一点落石。我们那时候还蛮紧张，团员跟我们那时候在群组里面蛮紧张，说啊，下礼拜要出发了，会不会就是这样子取消？对，就难得我们上去，我们日本其实就是看它的那个日出，他们叫做玉来光。哦，对，富士山就是要看它的那个日出。对对对，那个云海，然后那个颜色好美，好感动哦，那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然后可以把大家的那喜悦，还有当时的那个画面，把它记录下来。那大家赶快哦，回去我们的秋天胜旅行，剩下的胜哈。对对对，秋天我们唯一剩下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旅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对，那时候啊，名称是没有说我一定要定，就是很山岳。我希望说，因为我现在有在玩攀岩，然后还有后面一些潜水，对，我有看到台湾的潜水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潜点，像绿岛啊。澎湖啊，南方四岛其实也很漂亮，未来也想要去，人家说游山玩水嘛，上山下海嘛，所以未来的话也是会往其他的方向去做前进。太棒了，这个就是彻底打破我们对科技宅的一个刻板印象了。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其实呢 Danny 想要跟你请教的呢，就是在登山的时候呢，刚刚讲了就是一些出门一些设备的这个问题，对不 对？那还有一个很重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 navigation， 就是我们的导航的系统。那导航的关于就是我们在山上最怕就是迷路嘛，对不 对？很最怕迷路。那如果是迷路的话，我们一定要准备的东西呢，就是应该大概很简单，就是地图 map，对对不对？还有我们的 compass， 就是我们的指南针，还有我们的一些路线说明啊，那个 route description， 还有 guidebook， 还有一些指南。那还有包括就是说我们的地图啊，应该是就是说如果是纸本的，那又应该用个塑胶套。或者是拿那个胶带，夹链带，对，夹链带也可以。然后有些人会拿，因为夹链带可能它会中间会有空隙啊，看不到清楚，我们会拿胶带把它粘起来。因为教大家本身就是一个防水的效果，对对 对， 對， 對，这个小撇步要把它学起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就是怕如果在迷路的时候就是非常要注意的。那当然我们要带上我们的登山杖啦、wands， 还有呢就是可能要带一个高度的手表，有时候如果我们爬山太高，这样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说清晰的概念，说我大概到多少的、有一个参考指标。对对对，参考指标叫做 altimeter watch。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GPS 咯。
对，那你 GPS 的部分就是导航的部分，那你们是很多手表是不是有搭配？我上次有看你的影片。对，因为我们像我最近的话也是跟 Garmin 合作， Garmin 它也是属于就是那种登山系列的登山专业运动品牌。因为通常的话我们还是会拿指南针或者是地图，但是有时候可能遇到下雨，那你手可能要拿登山杖或是拿水又会不方便。对，那下雨淋湿了，地图湿掉，那怎么办？我们手机有时候在山上没有讯号。对，山上没有讯号，那我们要去怎么去做？像比如就是导航这个部分，对，方向完全会很容易迷失。对，因为我们平常其实常常遇到山难失事，要么就是可能你的装备带不够齐，不然就是你已经迷路了，然后下切溪谷，那刚好可能午后雷阵雨暴雨，可能就会很危险。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这个导航 navigation 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会常常会有时候都会在影片里面去宣导这些登山安全的观念。像我们的话，我们会去下载一个叫 GPX， 它的部分等于就是它会把，就是像前人，它会去把它的那个登山的路线去走一遍。像比如说我们高雄可能就是柴山，那柴山的话基本上它其实已经是它的指标其实还蛮明显的，就是我往哪里走，就是有人他走过一次，然后你下载这个以后，你就可以照那个路线来走。对对对，它就会一个轨迹档出来。那下载到什么样的软体里面呢？像比如健行笔记，健行笔记它是一个台湾算是最知名的一个登山网站。嗯，它像比如我们台湾的一些山岳跟路线，像比如我们说我先讲高雄啦，像比如柴山、北大武这些登山路线，还有一些照片，还有一些登山的规划，你要带多少水，带多少饮食，很多人都在上面分享。对，所以健行笔记，健行笔记，对。然后他们也有自己开发一个 APP， 那你可以直接download他们的 APP， 然后他可以直接搜寻，像比如说，好，我明天要去，我可能下个月要去北大武，然后就搜寻北大武，他就会把北大武的路线直接download到你的 APP 里面。那你上山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再拿地图，也不用拿指南针，你就直接拿着手机，他会跟你提示说，哦，你要往前走500公尺，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现在的高度多少，他都会告诉你。这也太棒了吧！哇，今天这个登山小白薛仁是大开眼界了。而且重点是，来一个魔性的笑声，你那个魔性笑声，这个笑声其实还有时候招牌，这是我们的这个 Danny 的在影片里面的一个招牌笑声。有时候那时候我去雪山，我们那时候雪山下翠池，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帐篷，而我们那时候已经晚上了，然后就有一个山友还跟我讲说，听到这个笑声，感觉好像是 Danny， 就隔天的时候看到我说，就是因为你的声音，他就是因为听到我的声音认出我们来。对，我看到你在登山的时候，很多登山友都跟你打招呼，直接叫出你的名字，然后你都不认识他们，他们都认识你。对，我都记不出来名字，他还跟我讲说，我在什么时候跟有就是有遇见你，我说真的吗？哪一次？什么时候？什么路线？ Wow. 对，有时候就对，还蛮开心的，大家都有把我认出来，就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成就感。对对对对，真的，所以Danny，今天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说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关于导航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采取Danny建议的这个，就是我们用下载这个什么 GPX， 对，到手机里面，对对对 对， 对，还有健行笔记，健行笔记的 app，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其实还蛮多，还有一个叫做 Hiking Book。Hiking Book， 对 ，HIKING 的那个，对对对对。然后重点是它，因为我们在刚刚我们讲说在山上的时候是没有讯号的，它其实可以直接开飞行，因为开飞行你手机又是更省电，但是它已经存在你的手机里了。对，而且它是靠卫星，每一只手机都有卫星，所以它不需要你的任何手机的讯号，不需要基地台，对，不需要，所以你就每只手机你就开着飞行就可以去做导航了。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做笔记，各位听众朋友。OK， 做笔记哦，我们的这个 Hiking Book， 我们的健行笔记，还有我们的 GPX， 哇，下载到我们的手机里面去，开飞行模式省电，我们登山的时候就相对安全很多。哇，非常感谢今天 Danny 跟大家介绍这个。那 Let's have some good music， 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请 Danny 跟我们介绍关于mountaineering 很多重要的讯息哦。Stay with Sharon。I'm sorry, but don't wanna talk, I need a moment before I go. It's nothing personal, I draw the blinds, they don't need to see me cry. Cause even if they understand, they don't understand. So then when I'm finished, I'm all about my business and ready to save the world.
高雄广播电台高雄 Broadcasting Station Let's Brunch 学人早午餐，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 Mountaineering 爬山。那我们有请我们的 Danny。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hey, Danny 是我们国内非常有名的登山的 YouTuber， 他的影片呢很受欢迎，那而且呢他那个魔性的笑声，哇真的是有时候呢在登山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山友跟他打招呼，对不对？对，阿汉，然后他说啊谁是阿汉好了然后说我见过你在哪里哪里啊，我有见过你吗？对，超尴尬的，有时候很尴尬。对对啊，但是呢证明说我们的这个 Danny 的影片呢还蛮受欢迎的，因为我发现 Danny 呢非常的细心，他在他的影片的这个左下角或者右下角呢都会备注一些字卡，小字卡，对，小字卡，哇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参考书啊，就是大概已经到什么高度啦，等一下还要走多远啦，什么之类的一些，对，时间是多久啦，这些非常重要的讯息。那刚才 Danny 也有跟大家介绍这个关于导航的部分 Navigation，我们要下载什么样的软体 ？OK， 那接下来呢？可能 mountaineering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搭帐篷，对不对？对。好 ，mountaineering tent， 还有sleeping bag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嘛。还有 sleeping pad 睡垫啦、睡袋啦，那还有一些在山上还要用到一些 mountain kitchen 厨房的一些设备。那我们可能会带一个 backpack stove， 就是小的那个快速炉，我们叫背包炉，对不对？对。那可能还要带 cook set 煮东西的。嗯。啊，那你有在煮吗？我看你都没有在煮我都是在吃的。啊，你都是沾人家的光哦。对，我其实基本上我上去，因为我的东西都还蛮多的。嗯。因为都是摄影设备、空拍机、相机。对，因为我看你那个摄影的设备就蛮多的。对，而且这些东西是没办法减轻的，食物是可以越吃越少，但是相机电量没电了还是一样重。那是因为你在台湾爬山，如果你再走远一点，你就不敢这样讲。我就不敢了，我就不敢了。你可能要吃树叶了，等一下吃树皮。对对对对对。好，那还有我们的 dish。还有我们的 bowl 碗啦、碟啦，还有杯子之类的，好，那都是那些 mug 啦、cup 啦，都是要非常的用那种比较轻便的登山专用的
啊，减轻我们的这个重量。哎，不要说啊，我要拿一个家里面漂亮的这个啊星巴克的这个纪念碑，哇，那就够重了，太重了。对对对对对。啊，还有呢，还要带一些小毛巾，对不对？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是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重一个环保。所以如果我们要带洗手的肥皂啦，最好是带那种可分解的啦，对不对？可以生物分解的东西，叫做 biodegradable soap。还有呢，我们带自己用的这个快干的小毛巾 ，small quick dry towel。啊，不要带太大，我要带浴巾，不可能的。对，我想在山上应该没有浴巾这件事情。基本上不会，应该是一条毛巾从头擦到脚，擦汗也是它，洗澡也是它，擦澡也是它。对，基本如果夏天的话，可能就是简单水擦一下，真的，然后也不会洗澡啦。对对，还有就是我有看到一些在你的影片当中，还有其他的登山 YouTube 的影片当中，我会看到就是我们要带这个水壶，我们要带那种可折叠的，collapsible water container， 因为它可以折叠，你再喝越喝越小，对，它的空间就会比较好收纳。对对对，不然你一开始背一个好两公升的，或者那个空壶跑来跑去。对对对，而且那个折叠的，它的前面还有滤芯，它可以直接拿就捞那个湖水，哇，然后直接滤掉，然后再把它煮开，它可以把那些寄生虫直接把它滤掉。对对对对对，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这设备的部分我们也要注意，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说在附近啊，这个柴山啊爬一爬，这没关系，当天的。那如果你要一天两天的，要过夜的，这些东西一定要特别的整理好。哎，家里面的那些常用的可能都不太适用，要特别的去准备。你的这个水壶啦 ，water bottle 啦，啊，还有你的储水箱啦 ，reservoir 啊，这些都要特别的去挑选，对不对？对。那还有就是你刚刚介绍的，就是在这个可折叠的水壶里面呢，它还有一个 water filter， 就是滤水器，对，可以让你直接滤水的，所以它就是把这个滤水器跟这个水壶合二为一，对，就很方便。然后有一些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就是会更大的，像有时候我们会出去玩，可能水源会很远，它就直接像那个吊点滴一样，直接吊在树上，然后它就用那个一个管子滤下来，你就下面就接一个水壶，就是它滤好的。对，就是还是会有不同的行程跟不同的功能性会不一样。真的，其实，在山上的时候要补充体力的话，除了水很重要，那还有食物也很重要啊。Energy food and drinks。你要有一些比较有让你补充体力的一些 energy food， 比方说一些那种各种的一条一条的那种能量棒，能量棒叫做 bars， 还有一些凝胶类的 gel， 还有 chew 可以让你咀嚼的一些东西啦，包括有一些补充盐分的啦，对，一些会咸的什么柠檬糖，好像有人在吃、对对对对，现在还蛮多那种食品业者也会开发出，就是对，还有果冻。对，还有就是 gel 果冻了，就是 gels， 对，还有那个一些混合的果汁啊 ，trail mix，还有一些 drink mix 都有，对，就是让你能够快速的补充体力，对，恢复体力这样子。那这些食物啦都要准备好。对，基本上还是会依照行程去做准备啦。有些人也是会去就走那种就是糜烂路线，我就是要去露营，然后他就是也准备牛排的也有啊，有，对啊。我有看有一部我们这个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看的一个电视节目，就是我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反正他就是有他们几个组合里面就是有厨师嘛，对。是不是还有那个就是比较了解自然生态的一个专家？是上山下海过啊？对对，上山下海和那个过夜，对对对，过夜上山下海过夜，五个组合，对，那他们就会就是食材也很讲究，对，住宿可能会顺便介绍经济实惠的，或者是说CP 值比较高的那种民宿啦什么之类的。对，那个影片我觉得蛮不错，可以来参考也是可以。对对，他也是走了很多台湾的一些山岳。好像那个我们的最有名的抹茶山呢，就是其中里面的一个日本的，对，他那个作家，一个来台湾热爱台湾的一个日本人，年轻的一个帅哥，对，他们有一天在取外景的时候找不到地方，就随便找一找，然后刚好就找到抹茶山，对，结果现在抹茶山大红，超红，等你有去抹茶山吗？有去过，必定要去哦。而且我其实抹茶山它是我第一次爬山
下面会有停车场的，而且它的停车场是有那种大大客车的那种那种就是游览车的游览车的停车场。对，我第一次哇，这规模怎么会这么大？因为下面就是那个五峰旗停车场，五峰旗瀑布、嗯，然后很多的团员都是特地从，因为他是在宜兰，很多的那些团员他们是从台南包车包游览车特地来爬山，对，爬完下山之后再赶回台南。我们台湾就是因为这个海拔的关系，然后所以我们的这个地形啊，各种生态都有，对，所以非常的美。嗯，所以我觉得看 Tanny 的影片最重要，这个抹茶山一定要看，你有空拍对不对？对，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去，就绿很绿，绿意盎然，然后它当中它，我觉得绿意盎然这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它了，绿到你真的很想扑到荧幕里面去啃抹茶的感觉，上去这样是不是比较生动？对，也可以，也可以，你看它那个山脉的那个人线那种，真的好漂亮，真的好漂亮。对，然后就是那个圆的一球一球的那个抹茶。就像抹茶蛋糕，很多球大小不同的形状排在一起的感觉。嗯，而且你拍照的那个景点又跟那个山又很近，就感觉你是真的是融入了那个山林里面。嗯、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台湾竟然有这么美的地方，实在是太梦幻了。对，我在想，任何一个画家，再伟大的画家，他都没办法画出这么美的画。嗯，因为大自然就是已经把它画好了。对，一定要去亲眼真的去到了当地，一定要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哦，对，这个。如果是一般的游客，也是可以上去吗？还是需要爬山爬很久？嗯，不用哎、欸，其实、那個、停车场上去大概有多远？大概哇，这个实际我要看一下，好像也是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那也还可以啦，我觉得还可以。那步道不算很险峻吧？它的后面的那一段其实还蛮陡的，它就直接陡上，嗯、但是还蛮建议抹茶山。陡上要攀绳吗？不需要，不需要。哦、但是它就是都是阶梯、哦、而且它是无止境的阶梯，就要一直上去，一直阶梯，一直阶梯。对 对，然后建议那也还 OK， 嗯，我觉得还 OK。然后建议是十点以前要到、嗯、哦，因为十点过后开始那边就起雾了，整个白墙就看不到、哦，所以一定要蓝天白云。的下面，对，然后抹茶蛋糕，对对对对，哦、那粉粉嫩嫩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那种感觉，就不是绿意盎然这个感觉，因为它那个感觉就是，哎、嗯欸，奇怪，为什么会一球一球的哈、嗯？真的就像抹茶蛋糕上面铺满了不要钱的抹茶，抹茶粉不用钱，看好就是。看好看满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哇，嗯、那真轩仁以后一定要去一次，一定一定，此生必去，必去，真的，光不用出国，在台湾就可以有那么美的地方，哇，一定要去。OK， 那我们先进一段好听的音乐喽，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 Danny 在这个登山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哦。Stay with Sharon。Confronting, it's not against the law. Point to flow.
高雄 Broadcasting Station 高雄广播电台选早午餐 Let's Brunch 轻松知性有心知学人陪您轻松早午餐。今天的早午餐呢，我们要请我们的 YouTuber 我们著名的登山部落客 Danny 来跟大家介绍登山的那些事情哦 About Mountaineering。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ny。对，刚才 Danny 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在登山过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资讯，真的大家必须把这个节目呢再去这个高雄广播电台的这个节目重温的地方呢再把它 review 一下，非常珍贵的资讯。那我们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呢，就当然也是包括我们的吃啦，我们的行啦，还有我们的睡啦，都要准备一些相关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在登山的时候呢，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 clothing and footwear， 鞋子跟衣服也很重要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对，没错，其实鞋子呢我觉得差异性还蛮大，衣服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像比如冬天的衣服我们有羽绒衣，我们平常冬天有在穿，
但是鞋子的话就其实还蛮不一样，因为鞋子的话我们会穿一些高筒的。在台湾鞋子真的很重要，衣服没那么重要。为什么？因为台湾的这个温差还没那么大，还不至于还不至于，如果冷大不了再多跳两下就好了。也不见得，因为其实除非很高的山嘛。对，因为超过3000，因为我们超过每1000公尺上升1000公尺，我们就下降了6度。对，所以上去到超过3000的话，就大概有18度的落差。对，其实还蛮冷的。其实就是说，衣服来讲的话，相应是比较好处理的。那就是说比较容易被勾破的。哦，对，我们就要有一些耐磨的，比较耐磨的。哎，对，那衣服在打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然后呢，这个你的不管吸湿排汗的啦 ，moisture wicking T-shirt， 还有你的 underwear， 还有你的 sports bra。哎，我觉得女生爬山的时候最重要就是真的，我们内衣啊，不要穿正常内衣。我们要，你是男生，你可能不知道，一定要穿运动内衣。真的比较方便。一般的内衣根本没办法，它是集中脱高，好吗？你在山上完全没办法。这个时候一定要拿出我们的 sports bra， 就差很多了。那关于那个裤子的部分 ，mountaineering pants， 我们也是要穿那种比较耐磨的。对，比较耐磨，因为其实在行进中的时候有很多树枝，对，甚至草，对。都蛮容易勾到的。那尽量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 long sleeve shirt， 就长袖的。对，比较偏防晒。For sun, for bugs，就是太阳啦、日照啦，让你晒伤啦，对对对对，或者是有蚊虫的叮咬啦，各方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要御寒的话，我们可能用比较 lightweight fleece or jacket， 比较轻量的一些。哦，对，衣服，因为也不能穿太厚重嘛。对对对。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boots， 鞋子蛮重要的。我们要会还有袜子。袜子，对，我们还会比较偏建议就是羊毛袜。羊毛袜，对，因为羊毛袜它可以去调节我们的温度，而且它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干掉。因为假设我们其实在衣服的部分还蛮有一个算是自杀性的科技，那个材质是棉。棉 T 虽然穿起来很舒服，但是它不易干。所以我们会比较就是聚酯纤维的材质，或者是羊毛的材质，因为它的那个天生带来的那个特性，它就是会调节我们的温度，而且吸湿快干。哦，难怪那个羊哈那么厚，夏天怎么过呢？就是羊毛会帮它调节温度哈。对，它可以帮它调节温度。要不然就是我们这比较贴身的部分的话，夏天比较热的时候，我们还是用这个吸湿排汗衫会比较好。对对对对对对，吸湿排汗衫加上这个运动的 bra。那这样子我就觉得很轻松。那我外面再罩上一件防晒的部分，夏天就已经很好了，就差不多了。如果是当天来回的那种是不会有问题的。对，没问题。对，OK，但是我吃过一次亏，就是鞋子的部分啊，就是我平常都穿一双比较轻的这个运动鞋，那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那双已经穿得很习惯了。后来有一天我就想说，哎呀，今天要走的这个路程呢是比较新的，那我穿另外一双鞋子好了。那双鞋子的底好像比较不会那么滑，它的那个沟痕比较深，对，它的凹痕，结果是错的。因为那双鞋子呢它比较合脚，走久了以后你的脚就开始水肿嘛，水肿就变大，对，然后鞋子就变得很夹脚。对，结果我到最后我只好把它当成拖鞋来踩。可是怎么下山呢？直接没办法。对，没办法。所以到了山脚下我真的走不太动，一直停下来休息，脱鞋子，然后甩甩脚，然后又脱鞋子，甩甩脚。那时候恨不得倒立，把那些水都给它刮回去，那个脚上面的水。后来到山脚底下呢，我就赶快狂找看有什么店在卖鞋子的。哇，终于买到一双拖鞋。我后来剩下的平地的部分，走到停车场的部分，我就穿拖鞋走。哦，真的哈，真的比较轻松了，下山就穿拖鞋。对，所以上登山的时候，真的那个鞋子的部分就是不要穿新鞋。因为你不知道它合不合脚，对，所以我们爬买新鞋之穿新鞋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走几次步道，就我们叫做训鞋，对，先让那个脚去，先让那个鞋子去合你的脚，这样子你到时候你爬山的时候做一些比较大动作，或者是长时间的摩擦，因为我们爬一次山可能就7-8个小时都有可能。那你长时间这样摩擦，可能就去起水泡，甚至到破皮。那可能如果走了3天，你第一天就破皮，你后面2天就会痛死了。而且在山上你怎么走？对，完全无法。对对对，然后你又背背包，所以我就会很痛苦。所以我们在穿新鞋的时候，我们都会开始去做一些训鞋的动作。所以我们如果是短程的，那就是还好，你可以穿一般的这个走路鞋，可能还好，你就是当做是走步道啦，就没差。对对对对。
如果你真的要有一些攀爬的阶梯的动作，或者是时间比较长，嗯，那我们就应该要穿比较专门一点的登山鞋。对对对，或者甚至说，我们会依据我们所背的重量，像比如我们背越重的话，那我们就会穿的会比较高筒，因为假设我们可能走路的时候可能会扭到啊，保护脚踝。对，保护脚踝，它的那个支撑性会帮你保护回来，甚至你在做下坡的时候，因为我们平常没有背包的话，你下坡是只有支撑到你的重量，那还好。但是如果你可能背了一个22公斤 的背包，你下坡你的膝盖跟你的脚趾头，它会一直挡前面，那你的指甲就会很痛，真的，甚至到翻起来。没关系，这个我经历过了，指甲没翻。不过那天我就是直接拖了走一半，然后再拖，然后再走，然后一直停下来休息，停下来休息。那可能。不过还好我是登山小白嘛，所以变成说我们选的也不会难度很高，初阶的那种感觉。然后老师也是立刻改变路线，然后立刻改变路线，立刻走到平地上，然后让我去就近买鞋子，超扯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要记得这个鞋子、袜子一定要挑选适合的，还有衣服，那还包括我们的这个 rainwear 防水的部分，对不对？对 ，jacket pants 这些。这些都是应该有相应的这个防水的部分的话是会比较好，就是看天气的状况啦，还有这个保暖帽 warm hat， 还有呢就是手套啦，很重要 gloves or mittens。 那关于这个手套的部分我是很有想法，因为我们如果是在做那个攀爬的动作的时候，抓绳的部分，对，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戴手套，对，那有的人就直接买一个那种工业用的那个布手套，嗯，我觉得不太妥，还是需要有一点防滑的一些颗粒的那个胶。因为我有看到很多影片里面，很多登山的影片，有的人他就直接用工业手套。那如果是说只是爬很短的距离，应该也还好，如果不是很陡峭还好。对。但是如果是比较陡峭的，比方说那个像那个跨坐着，那个叫什么山啊，那个剑龙林。剑龙林那种，我觉得戴一般的工业手套可能就不行，因为它容易松掉嘛，它因为它很松啊。其实还是对，还是 OK， 还是很多人戴，因为它便宜嘛。便宜啊，可是小白来讲，他如果紧张的话，他可能会就会松脱，松脱，对对，所以尽量就是合手一点，合手一点的会比较好。对对对 对。哇，我看到你们这样子跨在那个剑龙林上面，天哪、啊，这样子用屁股在行走的时候，真的真的，我心里面在想说，天哪、啊，这些人是要命还是不要命？可是还是很多人走，现在。可是真的反而在这个剑龙林上面，根本就像菜市场啊，有时候、太多人，现在真的爆红。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爬过山的人，你一定要去试一次看看，就是说。你到了山上，你才知道说，原来那么多人爱登山，真的，对你才知道说啊，山上还可以遇到熟人。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山上到了这个一个点的时候，哇，怎么像菜市场？现在还蛮多人都户外爬照，对，因为其实因为登山它这个空气比较好，对、然后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的好，那主要安全的这个设施或者是安全的这些考量，我们都把它准备好的话，对，其实登山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对对对，而且还可以看美景，重点是可以看美景，那个疗愈的，你只要可能上班就我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上班可能太累，每天就看着就是电脑，但是你真的你周六周日你就是出外踏青走走，哇，看了一些心情完全大转换，完全礼拜一真的不是 Blue Monday， 你会完全直接 Green Monday， 很 Green， 对，就是它会帮你疗愈，我觉得大自然真的很厉害，它疗愈每个人的心，这个是不需要花钱的，你就。但你就身心灵直接整个放松，会让你好好的大充电。对，不用花大钱的一种放松的方式。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Danny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些非常宝贵而且有趣的一些登山的经验哦。希望呢 ，Danny 能够征服更多的山，然后呢再回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喽。好啊，好，谢谢 ，Thank you，Thanks for listening， 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 Danny。好，拜拜，拜拜 ，See you next time，Have a nice weekend. With the time when I'm on, the wind has blown and I've gone. And I started feeling that my wings have been broken. And I can't believe that I would ever want to be set free. But I just can't stay. So your love burns my way. Your love burns my way. Cause my heart's been set free.To every day, but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morning. Hold my heart in my own hands. Cause I've begun to see that you and me are different breeds. So I gotta believe in, gotta get back to breathing. And I can't believe that I would ever want to be set free. But I just can't stay. So your love burns right away. Your love burns right away. Cause my heart's been stuck in a cage. Gotta sing my song so pretty. It's undignity. And I'll miss you every day. But there's nothing